yoga 了，最后他又变成做美容师了。然后他应该是，其实开始的时候他好像已经，他已经变了，他脚变化了。然后 ，OK， 我想你从头开始，你怎么样会啊牵涉到这个这样的啊？本来是在另外一个 app 的，然后那个丽丽就他就是啊加我在那个微信里面，然后微信里面他就介绍我这个 app 了，然后就跟我谈天，然后谈聊天。他知道我去了很多国家，他知道我，他以为我很有钱啊，然后就叫我进了这个 app， 然后我就进了这个 app， 就他就一段时间他就不见了，他在 app 里的名字呢，这个 Lily 他叫做 Gray 啊，他的名字叫 Gray， 我跟他讲话他也没有睬我，过一段时间 Gray G R A C。Grace 然后他就失踪了一段时间不见了，最后就认识了这个 Dina， 然后 Dina 就谈啊，他就讲他是做那个 yoga 的，教 yoga 的，然后最后怎样一段时间没有跟他联络，他又去做美容师了，其实他是之前他就在骗了，然后我们就做了朋友，然后就一段时间他就要跟我约会了，然后约会呢就要给台一人给$500了，然后他也给我也给，然后给了$500，然后最后他是说要赶快见面，然后我那时候他有献给我，我没有注意看就是说他要快跟我见面了，然后快点跟我见面他就要付234给这个台了$234，然后因为我没有注意看，我就赞成了。其实如果不赞成，就要等24小时了，就是可以见面的意思，可以约会的意思。然后我就没有注意看，我就讲可以。然后那个女的就给了$234啊，然后就说要快，那个叫第一次就是那个白五是那个圣诞火车了。然后过后他讲又不可以哦，然后要快呢又要给多$234啊。然后那个女的已经给了，那个蒂娜已经给了，然后最后我也给，但是因为我的电话很难进到钱了，然后我就很慢给了，有时候会拖一两天，然后最后本来是已经不能给了的，最后我再延迟再就给成功了咯，然后234本来是不成功，其实之前我有$50在里面了，但是我没有注意到了，但是最后呢成功给了大概是284了，因为拖延时间了，所以再付多50了，就是284，所以他也给了，那给了284还是不能够约会哦，因为那个女的已经就是说把微信啊什么地址都给了我，但是给台已经删掉了，就是说他的意思说，台的意思说他的亲密度不够了，又要给多360了，360就是我看到有一张纸可以讲，有一张纸的360，这个234啊，哪个？这个234就是说他已经破坏了那个就是说他那个亲密度没有了，再给多360了。就是说他破坏了这个亲密度，所以再给多360那个。什么叫做亲密度不亲密度？什么？因为他已经给了那个地址微信给我，就是破坏了，所以要给多360了。哦，这样有发啊？对，360给了又不可以哦，那要给多一个什么？又不能够约会了，又再给多一个爱情之门。800哎呀，爱情之门什么？我想问你，是要现在我问你。你这个是要我好像要做朋友嘛，就是对，为什么有罚款的？做朋友哪里罚款的？他没有罚款，我不知道什么，其实不知道啊，可能我已经。如果他叫你罚款，你还不省水吗？我也可能听了他的微信，中了他的迷药了。还有，他也是他的迷药，不是不明。然后他那个女的跟我讲，他要照顾我一世人，跟我一辈子，然后我那时候又傻傻了。我不是第一次如果那个叫美丽不能见面我已经跑掉了因为之前我在一个台，我也是给了$230
然后第二次他要又要我给660，我就跑掉了。OK， 一共几多钱呢？总共啊，应该是那边给了整千块。是3600是吗？马币是吧？加了那个1000不止哦、啊，另外一个台那个是另外一个台，那个他没有钱。现在全部是13600是吧？啊，对。OK， 现在我问你，你怎么会知道你被骗呢？那这个很重要。到最后了，修爆五了、啊，我有跟我的朋友啊，我的工人讲。他们讲我已经被骗了，我的邻居也跟我讲我被骗了，那时候我已经醒了，可能我中到他的催眠，因为他们这种是有一种催眠的，很厉害的。那个女的跟我讲，你有没有见过面？怎么催眠？我们的微信不可以听，一听就中了的。我这样厉害的，因为我的最近我有一个朋友也是这样子，他也听了那个电话，最后呢，他叫他去银行开一个户口，立马给他钱给他，一下午6000就不见了。我问你。